YMJ 做客我们的这个现场啊，然后今天呢，老赵也要带着 YMJ 一起来开一下 FIFA 23的这个 UT 的开卡。我们可以一起挑选的话，我开一包，你开一包，好不好？那我先来一包，黄金至尊球员包。你知道这个老赵这边开卡有一个特性，就是会开一些，先看一下刚刚拿到红牌退役的皮克，对，皮看穿啊，来看一下，就是很简单。我要求不高，就是因为 YMJ 本身就是复刻真实世界的进球嘛，和一些精彩瞬间。你能不能复刻我的门将？来，快，一个个来，我们后面一个个来。对，先来这包。对，哎呀，开门了，这是开门了，德国，可以。我就是这方面，我是特别觉得你复刻这块是可以。平时开门要多吗？不多。YMJ 成功复刻啊，兄弟们！嘿，真的，我还不知道呢。德国中场皇家马德里，霍尼克罗斯。啊！哎，这个而且出 bug， 他没走出来，他应该哦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TK， 皇马，法国。啊，麦尼尔，哼，也不错，这个也不错。再来个门将，法国，来个洛里。不离，这是球员物品包，不好意思。哇哇，红灿灿，后立线，快！哎，又是麦尼啊！来，牛逼啊！牛逼啊！牛逼啊！这可以啊！完美复刻。法国队卡塔尔世界杯的卡，完美复刻啊！这是幻觉，这是幻觉。这不，哇，这太玄乎了。太美了。哎，你真烦死了你！这不洛里吗？法国来个洛里，不离，太玄乎了！现在你来了，你还搞个这出，完了，全没了，全没了。到我了，巴西，不就是埃德森和阿里松吗？不就是埃德森和阿里松吗？我就巴西。Surprise, motherfucker！可以啊。道具可以，你不会要复刻个埃德森吧？这话没开门，哟，好弱啊！那你又开了个门将，开个巨星出来，对，超开个巨星，开个超巨，开个超巨，法国前锋，崩了吧！行吧，哎，皇马两个，霍尼克罗斯加本泽马。真就超巨了，真就超巨啊！哇，世界杯英雄组合包，这个厉害，不可交易。看一下你出什么英雄？世界杯英雄 YMJ 帮大家开巴西中后卫，德国卢锡奥，哇，巴西卢锡奥，哇，他这个选图还是漫画的，哇塞！抬头，又是门将。自从你开场说的那句"我不怎么开门将"之后，是因为我跟你坐在一起。